山高坡陡，典型的贫困山区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就连吃水都成了问题，但却因为它的到来发生了变化。其实就是这个吃水不方便，不方便，我们就是家里边就这个洗涮，就是洗个手洗个脸，是你洗了我洗，这一盆水就是用这个大概就是这两至三天。现在这个机修船了，现在就让我们这个吃水就方便了。他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渊源，将一个贫困落后默默无闻的马家窑村打造成潜力无限的旅游基地，也为老百姓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门路，被人们称为三干书记。牛市为了他有几个能干，几个干字，一个是敢干，第二个呢他是能干，第三个呢他会干。欢迎收看本期关注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关注。自脱贫攻坚工作号角吹响以来，优秀机关干部担任第一书记，奔赴贫困村第一线，抓党建促脱贫。他们用自己无私的奉献和拼搏奋斗，谱写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，接地气，谋策略，搞创新，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，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扶贫之路。马家窑村属于定襄县河边镇的一个偏僻小村，距离定襄县城20多公里，处于半山区半黄土地带，山高坡陡林密，典型的贫困山区，常住人口少，而且大多数为老弱病残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就连吃水也是问题。但是自从第一书记牛世伟驻村以后，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我们以前全是这样吃水，就是离我们村这儿有大约就是1公里，都是那个，对呀，一袋水下来以后，接着一袋水就得半个小时，接完这一袋水带上往回带，又得20分钟，差不多一袋水就得50分钟左右，就是个这样，特别的不方便。你看我们脏兮兮的，你看水都。没有一个干净人，在下边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确实到了下边人以为都是这个人是带神经病，其实就是这个吃水不方便，不方便。我们就是家里边去这个洗涮，就是洗个手洗个脸，是你洗了我洗，这一盆水就是用这个大概就是这两至三天做的，那个水都是脏的特别不行。所以我们才这么找。对，现在这个机修船了，现在就让我们这个吃水就方便了。吃水进了船里边，这个水有3-2分钟就能调回家里边。对，这全凭就是来了我们村这个第一书记这个牛世伟啊，对我们村的老百姓是相当不错，是家家户户没有一个说不好的，就是连村上下。都，这个人，主要是这个人的品质不错。人家是说干就干，从来没老说过这个狂话。原来不敢想，这也是来了个第一书记。牛世伟同志来了我们村以后，他过上那些过，一直给办了多少好事情，不好走，一直晚上爬，吐路，我的车走还不能走，一下雨就上不来了，不会走路。现在很好了，你看这水泥路，车水又方便了，你看上下打扫光嘛，你看这带水表是每天早上，带2袋水的，哎呀，烧了一个钟头，现在我5分钟就可能带回去了。说到吃水这个问题，现在每个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么多年老大难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，吃水不再困难。而人们口中的牛世伟是定襄县住建局选派到马家窑村的第一书记。我是去年7月份县委组织部任命，8月5号到任的马家窑第一书记。我来了这个村以后啊，发现这个村是咱们在定襄县是一个很贫困典型的一个贫困村，它的常住人口是不到80人，在户人口是160人，居住80人里边全部都是60岁以上，
他的经济收入都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，种植是靠种植。全村的土地面积是种植面积是1000亩，主要农作物是土豆、谷、玉米这一类的。是我到这个村以后啊，挨家挨户都走访到户，走访到人，发现了很多问题，也是。必须解决的是，第一步就是解决吃水问题。牛世伟在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后，又结合自己在住建局的工作优势，从2015年8月份进驻村以来，一直到10月底，联系园林环卫处的储水车，每周至少送水2趟，每次送去清水5吨左右，缓解了村里人畜饮水困难，也深得村民们的称赞。在这期间，牛世伟还多次跑县里面，经过多方协调，终于解决了吃水问题，修起了一座蓄水池。有出水很困难，有从九里头1里多远的地方，给我们，把水引上来，确实反应很大，就是非常感谢丹霍政府和派来的牛书记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。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。牛世伟在挨家挨户走访时发现，村民们住的大多是百年老房、危房，许多人家是外面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。村民们现在都是40-50年代的房了，对，帮他们危房漏雨的，弄了26户，26户的这个房屋漏水问题。再一个就是给他们放了点这个应急包，因为咱们这。山路，不路又不方便，医疗设施也跟不上。面对这么贫困的村子，如何脱贫，如何致富？牛世伟在改善村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同时，考虑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就是我的在村里边，做了一个以鸡还鸡的项目吧。它的主要这个模式就是以这个。免费提供鸡苗，农户去散养，分户散养，完了以后鸡蛋归农民们所有，在2年多以后不下蛋的时候，我再给他们换一批新鸡苗。其实当初我的想法是怎么想法的？我看到好多老百姓刚才说了，就很多老百姓家里边就是土豆、小米推出了那个谷叫糠了，都是扔的。都扔了，很浪费。完了以后，我想的是，如果是喂点鸡，下蛋的话，也能带动点这个经济收入。所以我就想了个这办法。去年10月份引进这个优种土鸡，800余只，现在已经为26户分散给父母发下去。在今年年初已经基本上。开始产蛋，现在的日产蛋是每天能产30斤。牛世伟还经常去农户家里面走访，看农民在养鸡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，能否得到及时解决。他还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、建筑风貌和历史渊源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贫困落后、默默无闻的马家窑村打造成潜力无限的杨坡坡影视基地。弟兄们，抗战的最后时刻到了，拿出我们10万分的热情，杀鬼子，杀，杀呀！刚刚我们是一个情景短剧，刚刚那一幕呢，是我军的战士在鬼子包围的时候，奋力拼杀，然后保卫我们的指挥部。作为一个微电影演员来说，我觉得马家窑这个地方，每一处，都特别像那个年代。然后这马家窑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战影视剧拍摄基地，经过改造之后的马家窑，我觉得，更加完美的，像一个这从服装再到道具再到场景，都非常的。像一个抗战时期、民国时期的影视剧拍摄基地。我从横道进桥。从地下
儿过来的？我是从重庆回来的，专门慕尼尔来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网上看的。网上看的。喜欢去看看。很有特色，又能想起以前的那个战争场面啊，这些啊，挺好的。穿上这个衣服，是不是感觉回到那个？哎，对对对，回味了以前那个老给我的时代吧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对对，不错，希望以后发展得更好。从5月1号到5月9号，马家窑共接待了3000余人次。在家门口不仅能把自己产下的农副产品卖出去，还长了见识。自从五一开了以后，哎，人没钱，多时候500-600人，少时候20-80人，每天都有，又是土鸡蛋了，又是小米了，又是那个是那个土豆了，哎，都能走不少，挺高兴的。大家是相当满意，从来没有想到过。我现在啊40多岁的人了，从祖辈，从我爷爷在世，从现在都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嘛，这么人们有这个现象，相当不错。就是我们小时候上学，老师教我们说汽车是什么样子，在黑板上给画汽车了，这就是汽车。火车是什么样子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在黑板上用粉笔给我们画火车。有，就是我们老乡产下的这些土特产、鸡蛋，各种小种子了，都运过来了，哎，处理很方便。对，哎，就是价格呀提高了，让面老乡的收入呀多了，城里的气氛呀，不是那过去那个死气沉沉的，现在是很活跃。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，10根筷子牢牢抱成团。临近村的第一书记包括李家庄的梁军、纪城村的王峰、魏家梁村的杨文丽，他们联合打造出第一书记推荐的高海拔山坡地纯绿色原生态特产，开展了公司加农户加电商这一模式进行脱贫。咱们这个药婆婆公司呢，所以4位第一书记组成的，就是刚才说的那60位了。作为我们包屯成活之一啊，他的个人品性、个人工作能力、个人的各方面的就是工作成效，在我们这个4个地书记后，我认为是比较佼佼者，也是优秀者之一啊。60位呢，他有几个能干，几个干子，一个是敢干，第二个呢他是能干，第三个呢他会干。这把老百姓的这个药婆婆饮食基地，我看着革命老区，到了这马家窑纪城村这一带，包成一个大的混水旅游基地。在这混水旅游基地，引进项目、引进资金、引进人才。但是他做了这些工作以后，更大的是让老百姓有一个找到一个非常可以是有个新的生活天地。但是搞这个事业必须有个领头羊。我们认为他的第一书记，他就是我们领头羊之一，也就是领头羊之一。一名第一书记就是一面旗帜。定襄县选派的第一书记牛世伟奔赴农村第一线以来，他把贫困村所需与自己所能结合起来，心系农村，情牵群众，真情为民，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家窑的各项工作中，成为村民们的贴心人，强村富民的领路人。我们也希望马家窑的明天会更灿烂，如村子里一面面鲜亮的5星红旗迎风飘扬。